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一个那个叫什么？极品饮商店，当然是网友推荐的。然后因为就是他说他前几天买的时候觉得很划算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好啊，我到学期末我都会送小朋友一点小礼物，然后很快就要吃完了，想说来看看。淡水限定。哇，这哪这都是进口的哎，好酷哦！这不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吗？是吗？对啊，这个牌子我看过。用什么时候？过两天就到期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一个对我来说很屌的东西。这边这个也很屌的，我先看这边。你看美招哎，而且这不是，这是大罐的，这跟一般的还大一点，有没有？对。你别看你，我现在这边看不出来，可是它其实是比一般的大一点的。我看它到底是容量多少？容量是900。嗯，就是平常是700的。对，这一罐19块也太划算了吧？这是期限不知道到什么时候？这到明年1月17，对，还剩20天。可是其实这都是一些赏味期限啊。对，日本的70天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最好吃的时候在这一些时段。对，而且很多人不知道，都以为过了冬就会坏掉。对对对对，哇，好想要偷偷拿一罐哦。19块应该没问题。这是那个名古屋的那个。台湾的。1月6号。哦。哇，这便宜15块而已。这种东西就买了就直接喝了、啊。也没有什么，而且这个还到4月23号。雪梨茶。对啊，沙空。哇，这边有一堆泡面，好像是韩国的。大家自己来看，好多鱼。这个我们在团购上上面常常买，这个有比团购便宜耶。这到7月多其实很快哎，对啊，不是还很长，还很长，讲错了。对，这一包卖10块也算是蛮便宜，几乎是泰国的价钱的。好，我们就边照啦，大家看一下，顺便帮大家逛个街。这是那个是酒吗？不是，我看一下，是是酒酒国女英雄，你还要吗？不是，是果汁，它是山兜里出的果汁。啊，这边几乎卖蛮多韩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日本的也蛮多的。罐头，哇，这是鲤鱼罐头好神奇哦！竟然，这个我们平常要找也不是很容易找得到的东西。福玉轩是什么有名的牌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个嘉义特产啊。哦。我妈都会买一大包一大包那个饼干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好。你在？我们发现神物了，这个牌子的爆米花跟那个卡兹卡利卡兹很好吃，卡利卡利的。卡利卡利，对对对。有便宜耶。看一下期限在哪里呢？到8月23很久的嘞，哇塞！我看到这个，给大家看正面，正面，正面。我们之前买到129，开心的2-3天，现在还19，还要开心一个月。这个应该是日，然后月年吧，应该是吧。好了，就算是3月5号，我也很快就吃完，我2天就吃光了。我要找2包好了。好好好，这一包再一包，好，可以再一包。这个印尼威化卷，这个很好吃，而且一大包，这个才109，它也是比较便宜。然后期限还很长啊，到明年的11月13。对，而且这本来就是我要买去给小朋友吃的东西了。Okay, 好，好，进来达成。好了，结果都变成我们自己在挑东西。好，我买一些给小朋友的东西好了。牛奶糖帮我拿一下好了。好啊，牛奶糖，这个到4月4号也还很久。Okay, okay 对啊。剩最后一包一定是好吃的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我看一下期限，注意一下。哦，这个期限有点短不过应该 OK， 时间他们拿到就是马上吃了。哦，好吧，就叮咛他们，然后马上吃掉。好，进去。荔枝
荔枝口味的，也拿一下。对，跟刚刚一样，而且日本的哦。嗯，这个哦也是很快就到期嘞，1月8号。OK OK， 他们通常都是下课都吃完了。OK。好了，我们总共买了这一箱哦。好了，我们买这一大袋哦，不知不觉就买一堆，而且你看我这个真的好大罐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罐的那个900cc， 对，马上来抄底一下，哇，蛮多东西都很划算，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之前买过的，推荐给大家哦，也是人家推荐我们来的，真的是还蛮好买的，进来很容易失心疯，大家要小心一点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位置啊，就是英专路的路口而已，一进来，然后这个是大都会 NET， 然后就在 NET 的对面，对，很好找的安家屋。再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总共买哪一些，就是这个美招比较大罐的美招，对，大瓶装的，然后这一罐29块，我觉得 OK， 因为平常的29块的我就会买了，还何况大罐的，然后这个牌子的啊，这个很好吃耶，它原本是有出那个，最主要是出那个叫什么爆米花，然后它爆米花很好吃，而且我们上次爆米花还有顺便买过这个的那个卡利还是什么的，很好吃，所以我们就买了。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在车子上很常在吃的，因为这个就是人家叫什么还魂梅，就是我在车上啊头晕晕的想要睡觉啊，吃一下就会觉得还不错，然后晕车啊什么都还蛮能够试一下，都还蛮够缓解的啊，这是看到觉得还不错的，所以就想说不知道买回来试试看，想说拿去送小朋友当小小点心这样子，因为学期末都会送着啊。这个是，这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，就是印尼来的那个那种像脆梨酥，我觉得这个比脆梨酥好吃100倍，然后它这样子一整包109，我觉得很便宜，然后里面这样子粗略的算一下它有几只啊，没有写，反正很多只就对了，看一下，50份哦，就里面有50只哎，你看能一只2块多，而且真的很好吃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，还是有推荐更好吃的可以告诉我。然后这样子总共买下来是600多块，但是其实主要是这个比较贵，因为这一包就109、109、109，但是我在外面我买过189、169、129，109是我买过最便宜的啦。好啦，就推荐给大家啦。